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今天乔林呢带大家来新加坡的 Tampines。那我们今天来这边是看电影，这是就是 virus 期间就是电影院我们第一次来看。那今天要看的是《福岛》，那我们现在进去喽 ，Let's go。电影院啦，然后电影院现在它那个分隔的关系，它像是分开坐的。你看啊，像这个位置会有这个，它现在一排一排封起来。这是新加坡的电影院，像是隔排坐。所以你看这一排它是中间两个位置，后面一排呢则是隔两个，中间隔两个在坐。那这排呢它是完全禁止坐，最后一排也是左右两个，右边三个。 OK， 以上就是新加坡电影院在 virus 期间之后开放给大家坐的样子。是新加坡某家电影院的扫地机器人，对，现在连扫地都用机器人来代替了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